由 River Business Charitable Trust 注册商标符号推出 River Business Television， 这是为了纪念 Asha Bible 而建立的。它帮助了孟加拉国 Visna 和沿岸的数百人。Visna 的水清澈甘甜，人们以此为生，甚至卖到国外。River Business Television 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网站和应用程序，由他的儿子 Damian Rojal Khan 申请专利，提供广泛的频道供所有人欣赏，包括时尚、电影、科学、动画、卡通和旅游。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或访问 river.org 一起观看和欣赏生活。